这是一个叫李青的女孩和一个叫程鹏的男孩的故事，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很多年轻人的故事。他们很年轻，也很快乐。吵什么呀？你干嘛去啊？我换衣服，我给你找工作去。喂，小姐，小姐，是在这里招聘吗？
上洗手间呢。喂！姓名李青。谁叫你拿我简历了？你上厕所看了？嗯。怎么少一页？啊！怎么少了一页？你拿到卫生纸了？我你能拿到吗？你是不是人呢？你这是你们俩都招聘吗？对，谁先来？我先吧。您好，这是我的简历。我专业对口，学几年了？十一年。成绩不错嘛，海归。Nice to meet you。男性。错了，这个是我的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是我的。你专业是？花样游泳教练。对啊，那是四楼的照片。哦，我走错了。他们上次我就找过了。哎，那您这儿需不需要我这种专业的？不需要，我们招的是网络尖端人才。我也挺尖的。我平时经常也上网啊什么的，应该没问题。那您这儿有没有别的岗位需要招人的？那你还会什么呀？我会。可以帮大家收拾收拾啊。我的简历，选好简历啊。啊。哪个？哪一个？这个。这个啊。陈总。一下再走。
你不是走了吗？怎么还在这儿啊？我就说吧，你说你一学花样游泳的，你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哎，你刚才在里边怎么样啊？我想看看你的简历。李青，老板让你明天过来上班。上班？简历啊！你以为我还想撕啊？我才懒得撕呢！我就是想看看你那简历有多尖锐。对了，我明天就要来上班了。这儿？对啊。哎，他们要招花样游泳教练啊！是不是又没成啊？哎，我说你干嘛呢？人家招教练的上个星期就结束了。哎，我说你这脑子想什么呢？整天我干嘛呀？这事儿你还能给忘了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人家网络公司招我了，我现在有工作了。网络公司？网络公司能招你？招你干嘛呀？一天好吃懒做的有什么用啊？我天生丽质啊！我网络公司招天生丽质有什么关系啊？妈，你干嘛呀？我不工作你不高兴，我这找着工作你还不高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呀？吃饭，别玩电脑啊！我老跪着撒着汤怎么办呀？没弄完呢，我这不是要上班了吗？得熟悉一下业务。他们让你干嘛呀？他们呀，我也不知道。让你干嘛你都不知道，那没头没脑想什么呢？戳我干嘛？那他们一个月给你多少钱呀？不知道。那你见过他老板吗？没见过。程总，明天到底让他来干嘛呀？明天再说吧。先出去。出去。干嘛去了？都等你呢。公司招聘会。又招美女了。
最近忙什么呢？哥，敬你一杯。坐那边去，坐那边去。安好先生，鹏哥，这是我们家新来的经理，过来敬杯酒，希望大家能玩得开心。有大力鹏哥敬你一杯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鹏哥。哎，干嘛呢？擦什么呢？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这裤子多少钱吗？知道吗？三儿，你干嘛呢？啊？姑娘。不好意思啊，别害怕。不用了，鹏哥。拿着。不用了。来，别害怕。谢谢。休息吧，休息。我不干点什么吗？你看看你能干什么呀？昨天吧，我一不小心应聘上了总经理。你说我一个练花样游泳的，怎么能当上总经理呢？我说我不行，我说我不当，他们偏让我当，没办法。哎。
来干什么呀？今天通知我总经理面试啊。对呀，就是我给你面试。你还坐着呀？高的吗？笑一个给我看看，笑，微笑也可以。不会笑吗？不会笑。这网络公司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你连这是干什么你都不知道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不是大海龟吗？你不是尖端吗？你帮我分析分析。你说，我一练花样游泳的，他们让我来上班，又让我休息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。你连干什么你都不知道，你也敢到这儿来工作？他们肯定搞错了。哎，您好。哎，坐坐。刚才啊，老板来电话，让我跟你们谈谈待遇问题。哦，不是你，是他。你先等会儿。啊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提。提什么要求都可以吗？只要你有要求，我们尽量满足。你们不会想让我当女公关吧？这我当不了，这真当不了。您误会了，不行。做什么公关？我们这是网络公司。那您这是找间谍？这年头还有间谍吗？那您到底想让我干什么呀？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怎么有点害怕呢？总有点事找你处理一下。谁呀？李青。
我刚刚在那边认出你来了。你还是那个样子。原来你是这儿的老板呀，我说呢。谢谢你让我在这工作。学花样游泳的都那么容易，我这怎么就这么费劲呢？他跟你情况不一样。我已经辞职了。谁说你辞职了？我还没批准呢。把李青的资料给我拿进来。好的。哎，这位老总，那我那份。李青和程鹏以前谈过一次恋爱，没谈多长时间就分手了。分手后，两人再没联系。没想到就这样再次相遇了。我回来了。哎呀，宝贝闺女回来了。啊，工作累了吧？爸爸给你做的好吃的啊，收拾收拾，马上吃饭。工作怎么样了？啊？嗯，给我倒杯水。哎。来，告诉爸爸，工作怎么样了？啊？哎，爸爸问你呢。喝水呢。怎么样了？工作？没怎么样啊。没怎么样。没安排工作啊？没有，不是，不是，我不干了。什么？不干了。不干了。哎，说走就走啊，程鹏啊，你不是不见我吗？我跟你说话你又不理我，我不走干嘛呀？你怎么还是那么随随便便的呀？谁随随便便啊？啊？你能学得礼貌一点吗？我这不挺礼貌的吗？你在哪儿啊？
我在哪儿关你什么事儿啊？那要命啊？什么？见个面吧。不是你说的永远不要再见了吗？说话呀！你去哪儿？给我站住！是不是那个什么？肯定是。小姐，请进。你找我干嘛？你死乞白赖叫我过来，你又不说话，吃点什么呀？你先说什么事儿？你找工作干嘛？我没工作呀。你不是想我了？有病！你不是想我了，那么巧跑我公司去了？这世界这么大，我去哪儿不行啊？哎，那家公司是你自己的？妞也带了，这文也多了，好了，没少玩吧？是啊，自从我们分开以后，我天天玩。几天没吃饭了，嗯，动衣服干嘛？你叫我坐过来就是为了对我啊动手动脚的？全身假名牌。干嘛？什么香水啊？香奈儿，大兴产的吧？要不我救济救济你，明天过来上班吧。谁用你救济？你救济救济你自己吧，整天啷个脸，像人欠你多少钱似的，干嘛呀？我看见你除了啷个脸，你还希望我有什么表情啊？明天过来上班吧。不去，我上你那儿受气去。你不是还以为我喜欢你吗？啊，别自作多情了。你说什么？没听清楚。哎，对了，你以前不是学表演的吗？
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一点？清楚。我说啊，别以为我还喜欢你，别自作多情了。那可不好说，像这种贱男人，一切皆有可能。到底去不去上班？不去。我跟你一分钟也待不下去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你怎么又把眼镜戴上了？你是不是觉得我漂亮，想仔细看看我？你是不是又跟程鹏搞到一块儿去了？没有啊，我和你爸都听见你给他打电话了。不是，不是什么呀？你给我说清楚，不是什么呀？以后不许翻我电脑。你给我说，我翻了怎么了？不行，你给我说清楚。你倒给我说清楚啊！你给我说清楚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今天去面试的公司是程鹏的公司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程鹏开公司了，那你去不去啊？不去。你真的不去啊？我真不去。可不能跟他再搞到一块儿去了啊！我知道，真的不去。也行啊，说好了啊。请你们喝酒。谢了啊。就你们俩啊？嗯，是啊。来。
萌萌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松开。上去吧，好多人等你呢。管我干嘛？谁让你管我的？我是你女朋友，我当然要管你了。谁说你是我女朋友？啊，你要不要脸啊？你充其量就是我前女友。上去。干嘛？陪你喝酒啊。我滚回去。